Hello， 我是 Kai， 今天要来分享有关原神和 Twitch 合作的新活动详情，创作者成长营。如果我没有错的话，这一个活动以前只是针对实况组，而现在呢就多了一样东西，掉落奖励。在 Twitch 持续看原神直播的话，就可以拿到一些奖励这样。平常有看 Twitch 的朋友应该是熟悉这样东西，它是叫 Drops 功能。观看120分钟就可以拿到以下的东西，而参与的方法就是要将你的原神账号绑定 Twitch 的账号。绑定了原神也看了两个小时的话，电脑版网页可以来左上方这里点击掉榜，在存库这里相信是可以看到你已经获取到原神的奖励，只是我目前是还没观看，所以暂时不能显示给大家。所有活动这里也可以找到原神的活动呢，就是这一个了，7月13日到8月10日，它是有限时间的。可以看到刚才讲的东西，然后下面也有写如何获得碉堡。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们是需要来这一个地方领取的了，所以不管你是手机 APP 观看还是电脑平板，之后都要来存库这里点一点吧。手机 APP 里面也不会太难找到，只要你点击左上方自己的头像就可以看到碉堡的选项了。像一开始说的，这一个活动原本是只针对实况组，报名时间呢现在是结束了，不过还是讲一讲里面的内容给大家知道吧。我在 2.7 的时候是有曾经参与过，不过很可惜的是现在 2.8 呢它的条件提高了。活动期间直播达到6个小时可以拿到200原石，12个小时就有800了。可是奖励数量是有限制，6个小时15000，9个小时12000，12个小时10000。以前呢是没有这一个东西。然后达到要求的参与者还要根据你的平均在线观众人数去决定那个优先度。如果参与这一个活动的人真的很多，然后你的直播呢是完全没有人看的话，相信是有难度了要拿到这个奖励。平均同时线上观众有10位、30位、50位又可以另外再拿到原石了。优质实况组 Top 1、Top 50、Top 80可以拿到更高的奖励。像 2.7 的时候呢，也是我朋友跟我说，因为他没有什么要求就参与一下，这一次他就讲还是算了，哈哈，因为是要看人数了。再来就是官方在这个活动结束之后，他们派奖励的速度好像很慢，像我现在呢都还没拿到 2.7 直播的那个原石，所以也有很多玩家有投诉了，这个活动是有一点问题这样。如果我再拿到资格，可能会再试试看的，就看一下真的能拿不拿到这样了，尝试一下。大致上是这样，今天分享先到这里。那这一个连接 Twitch 账号的网址我会放在影片描述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查阅。后续有任何更多有关原神的新消息，到时再来说一说了。好的，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拜拜。